麦哥婷姐好介绍，今天我们在非常漂亮的这个 show house 里面哦，今天婷姐带你看的哦，是一间哦，是一个新项目，不是是一间屋子，是很多间屋子哦，月供只要1000块，外国人也可以买的一个新项目哦，它在波底市中心哈，我们这一个哦新项目公寓，去到我们的波底 CIQ 只需要6分钟的车程，外国人都可以买，月供只需要1000块钱哈，而且这边虽然在波底，可是它是永久地契来的哈。Hello Hello，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哈，今天带你看的这个新项目哦，它免律师费，免这个哈，还有 legal fee SPA 的 legal fee 跟 loan 的 refund fee 都是包括的。OK， 我们来看一下哈，今天看的这个新项目，它有4到5个款。今天我们看的是一个，先看从最小的房款开始看哈。来一进门哈，啊，有进来的朋友大家好，有没有想要投资的朋友啊？想要在这个疫情期间哈，关卡4月1号哦，已经宣布要开放了 ，OK？ 想趁这一个关卡开放的时候可以做投资的朋友，又不想花太多现钱，也不想每个月因为投资啊，把你的这个工期弄到很头痛的话，这一个新项目你想要投资的话，完全不用担心，每个月月供1100块起，就可以投资一个新项目，创造你的被动收入哈 ，OK？ 这边的话我们先来看这个新项目有一个很大的卖点哈。我们外国人的朋友都可以买的哈，你可以看刚刚我们大门这边拍一进来这一个最小的这个户型就可以做到什么，你看到吗？这边可以做到 dual key， 有买过投资公寓的朋友知道 dual key 就是一个房子里面做两户，做两户人家可以出租给两户的人，收金会更高， OK， 收入更高。这边做一个门进来，你可以看这个空间其实如果是讲我们拿来出租给一些在新加坡工作的单身朋友啊，或者是一些外国朋友的话，其实是一个非常温馨、非常很足够的空间，而且什么，我们这个公寓非常好的设施等一下也跟你们讲解一下。来，我们拍一下我们这一个第一个房间 ，OK， 我们这一个户型最小的户型是6450个 square feet，OK， 6450个 square feet 可以做到多 key 的这个设计 ，OK， 而且这么小的这个 square feet， 我们外国的朋友是完全可以购买的哈。而且你可以看到这个 dual key 的设计，小户型有它自己的 private toilet， 而且一点都不小间，很漂亮的地砖上到完了哈。有想要投资的朋友，1000块起你就可以来投资一间公寓，而且还是在波底市中心，6分钟就可以到我们的新加坡的关卡了哈。周围都是 shopping mall， OK， 周围都是 shopping mall。这边的话是2015年年头会交钥匙的。来，再来我们这个门进来看到吗？这个入口可以，你可以改造成一个门，这边就可以做第一个租户的房间。OK， 这个租户在波底市中心了，这样的一个房间再配置有一个洗手间的话哈，出租大概是在600块 ，OK， 600块左右是肯定没有问题的哈，是肯定没有问题的。波底的那些单层排屋各房间出租的，知道吗？这样的 size 也是租600，可是这个600块的租金我们还有 facility，OK，okay？ 再来往这边走如果你这一边再隔多一扇门的话哈，这个你可以租给你第二个租客 ，OK， 这个就是人家讲的 dual key 的设计哈。一户人家做两扇门，出租给两户人家，一间屋子你有两个租金可以收，每个月的月供1100块几，那边收一个600块租金，对吗 ？OK， 你1100块租金，我们扣掉600，还有一个500块，你这间大间的肯定是可以出租超过500块，对吗？可能我们租到一个1000、1200都好 ，OK， 你的月供完全是可以 cover 的哈。来，我们先来看这一个大空间哈，这一边整个就是我们 living room 的这个 area。OK， 你可以像我们这个美美的示范屋一样 ，OK， 做这样子的来设计 ，OK， 可以租给一些 family 的一些朋友啊，有家庭的朋友。再来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厨房的空间哈，你现在看到的这个上下这个厨房的空间都是发展商这边送给你的哈 ，OK， 都是包进去送给你的，而且都不是用简单的东西哦，看到吗？我们这个送的这个配置给你的这个 kitchen cabinet。都是旁边有这个很高档的 ，OK， 进口的这个麦克叫什么 ？Broom 进口的这个关的这个，它是一个看到吗？很
我不够高，麦克风拉下来。OK， 你看这个关上去的时候，它是会静静的自己自动关闭的一个哈 kitchen cabinet 来的哈，很大声哈，这些都是送的，省钱，冷气也是送的哈。OK， 再来我们看哈这个户型哈，它这边是客厅，我们往这边走。先带你来看哦，这边的大房 ，OK， 这个户型是645 square feet 的户型，它是有一加一的，刚刚那间是加一的小房，这一间是大房 ，OK， 不管你是投资，像婷姐讲的，想要拿来投资，用小钱来赚一点啊，我们的被动收入哈，最近很流行讲被动收入的朋友的话哈，这一个就可以拿来做被动收入啦。可是你想要来自住的话，当然肯定没有问题。这一个是做你跟你太太的房间，那一个小房可以做我们小朋友的房间。这边哈、距离这个我们 CIQ 只要6分钟的车程，你可以省掉很多睡觉的时间，而且什么，不管你是投资自住也好，千一块的月供期哈、你在外面租一间单层排屋都是千一块了。OK， 这一个的话，一整个属于你自己的月供也跟租金的价钱差不多哈，其实是很合理的哈，很漂亮哦。而且你看一下哈，我们的厕所带你来参观哈、主人房的厕所，你可以看到它用的壁砖都是这种哈、大片的，而且哈、很漂亮的这种白色纹路的，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也是很足够的空间。这边你可以要做一个浴帘，或者是做一片玻璃哈、把它做到干湿分离都没有问题的哈。Hello， 进来朋友帮我分享出去哦。我们今天带你看的这个新项目，你问我婷姐几时拿锁匙哦？是要等4-5年没有了 ？OK， 2025年的年头就可以拿钥匙了。OK， 再来我们来看哈，我们这边公寓都会有一个空间是拿来给你做晒衣的一个放洗衣机的一个空间，通常都很小，对吗？来，我们来看一下哈、哇，我们这一个一点都不小哦。你看，洗衣机放在这边过后，这边还可以给你摆烘干机 ，OK， 洗衣机、烘干机摆在这边，还有非常大的这个空间啊。你要做晒衣的空间就在这边，可以像我们这个示范屋这样做这种哈、把它伸展上去的这个晒衣的这个架子在这边哈 ，OK， 下定只需要500块钱哈，而且我们这边在锅底是永久地契来的哈。这个新项目哈、它总共哈、有几个卖点哈、等一下带你哈、去了解一下。我们先去看第二个房款 ，Hello， 然后我们现在来到我们哈、第二个房款，这边是我们的 Tab B，Tab B 的话它是745个 square feet 的啊，很适合小家庭哦。来，我们一进来哈、这个格局哈、也是非常好的，它把这个洞跟镜分开来了。怎样讲是洞跟镜分开来呢？你可以看到，我们一进门这边，我们的这个kitchen 的空间，还有我们的活动哈、我们客厅的空间都是在一起的。然后它把卧室哈、全部都坐在另一个方向，这样子的话，小朋友如果在睡觉，家里有这个访客到来的时候都不会吵到你家小朋友哈。来，我们来看哈、一进来这边是我们厨房空间，这一个很漂亮的 island， 女生都非常喜欢的 island， 这一个都是送给你的，哇，这个可以省下好几个亿哦，这边都是送给你的哈。再来，我身后的这个小小的这个哈、我们的这个灶台，还有我们的这个厨房的这个哈、kitchen cabinet 跟抽油烟机、电磁炉也都是送给你的，所以你整个厨房都已经被哈、包下来了 ，OK， 厨房是包下来送给你了的哈，非常的漂亮啊！进来的朋友帮我分享出去哈，有想要投资的朋友在找这新山坡底市中心哈、可以用少少的钱 ，OK， 来创造这个被动收入，来收租金做包租公、包租婆的朋友哈，或者你是第一次想要做投资，可是哈、又有一点怕等一下压力很大啊，或者是讲你怕等一下哈、你工啊很吃力的话哈、OK， 这个完全不用担心哈，工千一块起就可以、做到包租公、包租婆，而且是在博底市中心哈。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Tab B 的款式，它这边客厅哦，你可以看到非常大啊，看到吗？我们跟这个客厅跟这个厨房的距离非常的宽敞的。然后冷气哈、冷气只要你在我们的直播里面看到冷气都是送的 ，OK， 冷气都是送的，包括在里面了的，可以省下很多钱哈。来这边的话，饭厅我们是放在这边啊，你可以看到这个我们的show house是放了一个长座，6人座的长座 ，OK。如果你想要把这个空间可能不要这么窄，换小一点的桌子，当然会更好了 ，OK。你可以去看要怎样做你的这个设计哈。来，我们去看一下房间哈、这个款的话，它是有两个房间的 ，OK， 两个房间的。我们先来看哈、这一间小房哈。
小房的房间也不小哦，放了一张这个 queen size 的床过后，旁边哈、哦，看到吗？还有空间的，还有空间的哈。然后这边也有空间，再来我们的衣橱，衣橱可以坐在这一个地方，衣橱可以放在这一边，非常的实惠的一个空间运用哈。然后我们看哈，只要有看到冷气的房间，都是送给你们的哈。OK， 这个公寓在哪里呢？它在波迪市中心哦。OK， 波迪市中心就在我们哈、哦。波迪很多 shopping mall 的地方，然后我们这边哈、哦，将来它的这个 facility 不止哈、哦，平时你公寓看到只是泳池，对吗 ？gym room 这边的泳池哈、哦，还是这个咸水温水泳池，咸水温水，咸水是为什么要咸水？婷姐 ，OK， 不用放那个药水呀、啊。去把这个把这个水弄干净，咸水的话不会有太多微生物，然后也保护你小朋友的皮肤啊，所以是非常好的哈。来，我们来看我们主人房的空间哈，主人房的尺寸哈、哦，跟刚刚的没有太大的差别，主人房的尺寸跟刚刚的没有太大的差别，一样是这边留这样的空间，然后主人房有自己的这个浴室，肯定要的哈。我们这个 TAB 是两房两厕的这个设计 ，OK， 来你来看一下。厕所跟刚刚我们看第一个小房小户款的其实是差不多一样的大小 ，OK， 厕所是标准的大小哈，可以看到哦，一样你拿到你房子的时候都是哦，壁砖会做到顶的，非常的漂亮哈。OK， 有朋友会问哦，哎，有什么优惠吗？当然是有的，优惠可以私信 PM 婷姐哈，可以询问我们哈。OK， 再来这边永久地契要去 shopping， 如果你是要拿来投资哦，做这个民宿 Airbnb 啊，或者是要拿来哦出租给新加坡工作的朋友都好，这边是有免费的这个 shuttle bus 去接送哦，去 CIQ 的 OK， 免费的 shuttle bus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 point 来的哈。想要做投资或者你自己本身是在新加坡工作的朋友的话哈，都会很好的一个啊，也会很注重的一个点。再来我们。也看一下哈、哦，这个 TAB 它也是一样，看到吗 ？OK， 一样的这个空间，晒衣房的这个空间都是一模一样的哈。今天有看直播的朋友，记得要把这个好康分享出去哈，因为哈、哦，你可以看到哈、哦，在现在这个疫情的时候，可能你想要做投资，哎，婷姐，我想找一间哈、哦，波底的一些单层屋子来投资啊，或者是讲一些 hot area cookie in 那来投资，可是 cookie in 那边呢，还是波底。都好，你想要小资本投资哦，单层排屋的话，月供啊，肯定都是1500以上的 ，OK， 月供1500、1600，然后你收到单层的租金，可能只是一个1000、1100，你可能还要再单霸一点点钱上去，对吗？可是如果你找的地点在市中心 ，OK， 用1100块的这个月供哦，就可以找到一个。小资本开始投资的一个哈项目的话哈，其实可以为你节省，不用这么烦恼啦，对不对？像刚刚我们讲的那一个款式哈，有可以租给两户人家，如果哈一户人家找不到租客，你怎样讲都还有一户的租金嘛，对不对？啊，也不用这么压力。然后哈这边的话，它有什么特别的啊？也没有什么特别啊，就是有特别的一些 package 可以私信我们，再来肯定哦，我们有包你这个买卖合同的律师费，还有包你这个贷款合同律师费。啊，然后呢，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很大的卖点哈，我们外国的朋友、新加坡朋友很多有看我们的直播的哈，这一边哈，我们外国的朋友哈 ，OK， 有一些指定的一些房款都可以买的哈，刚刚那个小户型的话也是你们可以买的一个单位来的，然后我们这一边哈，一共会有两个套哦，然后我们总共的楼层非常高 ，OK， 62层楼，然后我们有一个非常大的卖点哈，我们到时候我们的底层 ，OK， 在我们的楼下那边会有做一个。游乐园 ，OK， 一个台湾非常著名的游乐园会来到这边 ，OK， 可能你们都会有听过的哈，叫做紫香王，他会来到这边。然后我们最顶楼的话，会有做成这个九楼，会有把几个楼层拿来出租给一些 F&B 做九楼的啊。所以来做投资的朋友哈，
上面有酒楼是代表什么？可能有一些朋友在上面摆婚宴，做喜酒过后，他哦想要找这个地方过夜 ，family 家庭，他的一些亲戚朋友姨妈过节在外地来了，要找地方过夜的话哦，这样子在酒楼做这个婚宴过，而且这个酒楼是知名酒楼哈，我们 JB 连锁的那几间的其中一间哈，这样子下面的哦，你的这些单位就很容易可以出租给这些 Airbnb 啊，可能你可以拿来做他们这些平时来这边过一两夜的这些租客啊，外国的朋友，你就可以做到他们的这个生意咯，对吗 ？OK，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哈，可以打电话给我们 ，OK， 非常漂亮的哈，这边有五个户型给你选择，每间价钱都不同，月供从1100块起 ，OK， 外国的朋友也可以购买的哈，记得哈，打电话来询问。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们直播的朋友，也记得哈，离开的时候哈，点赞麦哥婷姐好介绍 ，OK， 点赞我们的配，这样子下一次有这种哈非常好康的这种新项目，你都可以第一个时间收到通知哈，或者你是在 JB 的户主买家哦，想要找其他的地点也可以联系我们哈。最主要今天真的是把这个超级好康带给你们 ，OK？ 有什么东西直接来询问我们哈，像我们今天直播到这边了哈，拜拜。Yes.